都刷过杨望月的各种撞脸视频吧？太好笑了！我有很多你的撞脸视频啊！啊！人家好歹撞脸的是个人，怎么到我这就变成狗了？笑一下吗？不笑不笑！给我笑！不对，嘴闭上笑。嘴上的奶还没擦干净就出来瞪人了。别发呆，看我早上先哇塞！你干嘛涂氧呢？家人们帮我看看真的像吗？鉴定三个网络热门巨简单火锅底料吃法。第一个高玉玉的火锅底料牛奶泡面，用家里这种只能吃面饼的泡面就很合适，煮成这种黏的糊了就好了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吧。方便面竟然吃出了麻辣奶油意面的感觉，赶紧再整点配菜。 Bike Club 这个空气炸锅火锅底料小龙虾，看了评论区我特意提前解冻了。咱们挑战一下升级版，一锅做俩菜，180度先来7分钟，好好扒拉扒，再来8分钟就可以出锅。第一道麻辣小龙虾，第二道干锅土豆片，做这么一桌竟然只要半个小时，简直有手就会。不愧是白老师写的菜谱，在外面烧烤摊简直一个味，整体想到匪气。快让你的姐妹学起来，挑战一天吃遍迪士尼所有冰淇淋。这个没吃过你真的会遗憾。接下来一个西瓜味的林娜贝尔，这应该是林娜贝尔最好买的周边了吧。然后是水蜜桃味的星黛露，真的好好吃。不过颜值最高的是水蜜桃林娜贝尔，上面还有果肉和奶油，又好看又好吃啊，真的。三件套怎么能少了达菲呢？达菲这个好奶呀、啊，好像喝了一口淡奶香的盐汽水。不过达菲和美美一定要成双成对嘛，这个也太划算了吧，妥妥的买手办送冰沙。妹子还可以带回家放糖果，都是冰的都没有热烈啊。对哦，大概99%来迪士尼的人都不知道，园乐园里还有一个小飞象的冰，上面还有我最爱的草莓冻干。最后必须来两份迪士尼夏天一定要吃的绵绵冰。我想外面茶山中跑，这里面集合了所有我爱吃的。这谁看了不迷迷？我宣布这是迪士尼最好吃的冰，快叫你的姐妹带你来吃。听说之前送我冰墩墩的肉馒头妹妹要过生日了，今天就来迪士尼给她钱买一点礼物吧。不一步，先把上帝顶流林娜贝尔的文具都买一遍。不愧是遛娃圣地迪士尼，好多可爱文具。不过在抖音上刷别人遛娃，又自己遛娃，抖音还新出了周末遛娃榜单，汇集了抖友们的遛娃智慧，大家快去看看吧。接下来去买肉馒头最喜欢的米奇米妮，我要米奇投地币，必须我赢。这些笔估计要用到明年生日了，哈哈。这迷你大礼包太酷炫了，里面竟然足足有3层画笔，来一个来一个。最后来一个热了可以扇风的笔记本套装，终于可以结账了。还好有收银小哥帮忙，一堆物品都打包好了。希望这些小文具能助你快速写完暑假作业。再次祝你生日快乐。家人们，我不会是全网第一个画这个丙烯颜料堆堆画的美食博主吧？虽然咱家颜料不多，但摆摊剩下的奶油胶绝对管够。看了一下大家的手法，好像只要用刮刀这样这样，再在板上弄。觉得觉正在看啥子小屏幕？感觉来了，赶紧再接再厉。你别说，这小东西还挺解压，咱就这么一直刮呀刮呀刮。家人们，我没有想到奶油胶这么容易干，我才刮了4个颜色，前面几的就已经干了。接下来咱们继续刮腻子，我挤呀挤，再隔楞隔楞，颜色简直比小兰花还鲜。大强的紫外光色也好绝，就连长航仙君都得夸我画的美。我像刀奋作年纪情情，奏永又流物言柳色林荫谷。终于画完了，一起来看看成品吧。就等玩宝们来给他起名了。家人们，我又发现一个超解压的小玩意儿，只要你刮一刮留一留就能完成一件艺术品，这么简单我要试。没想到有一天肌理化和流体化还能结合到一起，真的是 double 解压。先来和我沉浸式刮个墙，下一步就要刮纹理了。这不是做狼牙土豆的吗？嗯，搞错了，再来。快上电视刮刀。成了，看它就纹路，再来个 S 型的，俺就一直这么刮刮刮，真的好治愈啊！等它干的时候，咱们再来调个颜料。家人们猜得出我调的是谁家的应援色吗？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。这流体肌理化居然比流体熊还解压，觉得好看的家人们快点一个小心心，顺便收获倒霉鹿一枚。家人们，没有想到连电板都这么好看，那成品岂不是绝美？一起来看看吧。